个性又不失性感的配搭哦。先上衣呢，它的袖子这个部分呢，它是做有点泡泡的，有点小公主袖的感觉，它的底下都是有做弹性的，那上面这边呢也是弹性的。夏天的时候呢，非常需要这种舒服的弹性，穿在身上才不会觉得很难受。它这边是做有一点点这样子泡泡的感觉，视觉上呢会看起来觉得上半身的比例会非常的好。背后其实有做一个金属的拉链设计，其实它的肩带的部分呢是一个绑带的设计，所以可以依照自己的身材比例去调整哦。下身的话，它是做一个弹性腰的设计，它看起来其实有点像长裙的感觉，其实它是做宽裤管的设计，它非常的凉爽。它的材质的话是做薄雪纺的设计，然后整件滑滑的，穿起来我觉得非常的轻。它上面的设计呢，其实是做一个细百褶的压纹，它的腰身呢是可以随自己的喜好，穿成高腰或者是低腰都是可以的哦。